你要是敢说出去的话，我死也不会说的。所以，这才是你羞辱书院同柴的原因啊！对不起，之前我还错怪你了。朱秀书院美其名曰我朝第一学府，靠的不过是学生的身份尊贵罢了。 我一看那帮女学生对你的态度，我就知道，9年过去了，朱秀书院还是一样，半点长进都没有。山君，那为何你后来没有再去考呢？怎么考？可我听父亲说，朝廷官员以书院博士为首的文系官员，正在推行一个叫什么来着？哦，麒麟师考的制度。 就是专门为寒门子弟所设，一旦考上呢，就可以进入书院读书，还可以跟书院的同柴们一起参加科考。如若真的推行开来的话，山君，你就能圆你儿时的梦想了。说的倒是好听，那帮眼高于顶的官宦，怎会允许有我这种异类，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？不说了，我休息了。 那我先走了。走吧，山君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就喊我，或者你要是害怕的话，你也喊我，我随时来陪你。你来陪我？嗯。前一段时间找你做陪，你就要死要活的，怎么？ 现在变得如此奔放了，山君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去，回去吧，别在这儿碍眼了。 杨将军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先听我说完。朝廷并无明令攻打东夷山，我就是不想惊动朝廷，所以才私下找你。那你就是叫我欺君，绝对不行。杨将军，你还记得当初我祖父将你从外贼手里救出来时？ 你对他立下的誓言吗？你对他说，不管将来遇到什么麻烦，你都会出手相助，万死不辞。若不是情非得已，我绝不会开这个口。此事了结以后，你与我的亏欠一笔勾销。 我绝不再求你任何一件事。这东夷山我从未去过，听说那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一般人绝对进不去。这个，我已有安排。
放手！师傅，你是何人？为何躲在门口偷听？快放手！杭兄，快放开他！你们认识？啊，这是我的同柴赵清河，是我请来帮咱们的。这位是杭如雪，杭将军。 你就是杭如雪，适才是我冒犯了。不过既然是客，好好敲门便是。为何要躲在门口偷听啊？傅远之，他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能帮上什么忙？ 千鹤同差，我听闻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也知道你是阿娟的好姐妹，能否请你帮忙还原出东夷山的地形图，好让我跟杭将军去救他？你们要去救阿娟？好，我画完了立马给你送过去。好，即便如此，就你我二人，怕是不够。你手下的兵，你祖父救的是我，不是他们。 那就找江湖杀手随我们同去。只是他们要价极高，我去想办法。你们是要钱吗？陈叔，来了。你把箱子放下吧。先下去吧。哎，好嘞。 不知这些可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回去再取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元春，咱们出发吧。 就带这几个人去攻打土匪窝，够吗？这些都是我文人府上的护卫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带上他们。多谢文人公，多谢师伯。阿娟知道了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不准告诉阿娟，我这次协助你们去攻打山寨，不准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阿娟。我明白了。 现在这里的所有人，你们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书院的护卫，是为救书院的同柴文人卷而随我上东夷山，与其他任何人无关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一路小心了。告辞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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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吵啊！这段不吵，哎，快点，慢点，哎，给我忙，走吧。怎么这么吵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喜事儿，喜事儿，喜事儿，抓紧把这个衣服给穿上。我。 山君，寨中真的要办喜事儿啊？对啊，给你的衣服为何不穿？山君，婚姻大事是要讲究你情我愿的，这要是让外人知道您堂堂东夷山君娶了个不漂亮的夫人，可是要笑话您的。 我就算娶一只猪，也没有任何人敢笑话我。我东夷山君的夫人，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去把衣服换了。
在这个风和日丽、百花齐放的春天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迎来山寨最重要的一天。下面，让我们有请最最漂亮的夫人登场。哎呦，小娘子真漂亮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呀，讨厌！ 我知道，我不可能回家了。余生，如果还有余生的话，我都要留在这里。那我也认了，要做奴隶，做牛做马，我都认了。但是，如果你要羞辱我， 如果你要羞辱我，绝不可能！我就这死，也绝不可能嫁给他。你，青州城，一年一度花神节大会。 正式开始，说好。 换做以前，我肯定怎么着都想不到，我自己竟然会跟土匪生活在一起，还吃土匪给的东西，说不定自己都会变成一个土匪。哎，要是让我父亲知道了，肯定又要说我给文人家蒙羞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我自小就跟家里的人都不一样，父亲呢？ 是都城出了名的文官，大娘也是，在出阁前是都城出了名的才女。我姐姐就更不用说了，你也是见过的，书读得好，人长得又美，又漂亮又温柔的。唉，不像我，估计我和我姐姐比起来，应该没有人会喜欢我吧。 嗯，你说的没错。但你若像你姐姐那样，我就会把你丢下山去。啊！哎，你喝。我就不喝了吧。 花神节拒绝别人的酒，这是对神明的大不敬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啊！ 从今天起，你跟他们一样，都是我的人。啊。再敬你一个，再来来来，山君，来来来。
去去去去，该干嘛了？走走走，来。醒了。 睡了多久啊？半个多时辰。半个多时辰。啊？那大家怎么都不见了呀？城里有花神节盛会，大家都玩去了。花神节盛会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啊？ 这是干什么了？头怎么这么痛？没什么。哎，你去干嘛？换装。换装？换装干嘛呀？花神节盛会。切，换装，估计是怕自己被认出来让人打吧。啊！哎呀。 山君，是不是可以走？人呢？你。 你这脑子一天天到底想些什么龌龊的东西啊！我要看这个。哎，走走走走。 好漂亮啊！我先说一下这个规则啊，答对前10题者将有机会登上花车参观大游行。哇！哎，山君，你最棒，看你了。好啊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好就好。飒飒西风，满院栽，蕊寒香冷，蝶难来。是菊花。哎，答对了！哎，厉害厉害！ 山君，你怎么都不答呀？你再不答，人家都答对了，花车都没有了。花车有什么好做的？朔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菊花。错。啊，桃花。错。梨花。错错错。杜鹃花。错错错。是梅花。 答对了，好，哎呦，真好，真厉害，不简单呐！这是我们的朋友，真是，哎呦，太好了。
开机三题啊！哎呦，这个有点难了啊！不用惊奇，前后红床绿盖嘴。荷花，哎，答对了！哎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以后多读点正经书，少看些乱七八糟的故事。我好，在这待着。为什么？ 影响我答题。第四题啊，锦珠，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浓愁。桃花，答对了，又对了。哎，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 在下姓周，名蒙，别号可乐居士。哎呀呀呀呀！您就是周蒙周公子啊！哎呀，大才子，幸会幸会！是吗？青州才子。哎，山间那不是老鼠和老虎吗？别了，为什么？他们俩太闹了。 走吧，这位姑娘，您不是刚刚那位周公子吗？啊，在下周蒙，不知姑娘是否愿意与在下同坐花车？我，真的可以吗？山君，不行。为什么？山君，山君，山君，哎，山君和夫人，这也太巧了。 夫人，抱歉，在下鲁莽了。啊，周公子，不是这样的，您误会了。哎，你们这是？你是要调戏我们家夫人是不是？误会，误会。啊，山君，山君，慢着，周公子，看你饱读诗书，可是在哪里学习所得？见笑。 在下家贫，权势自学所成。那可否有想过考取功名？科考之路处处不平，我等边陲穷苦人家，必会受尽冷眼与轻蔑。最幸运的，也不过是成为贵族子弟的府上客。再言，官场险恶，我恐怕也应付不来。在下平生所爱，就是读书这一件事而已。那周公子。 您真的打算一辈子就待在青州城吗？那您这一身的才华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？待在家乡也挺好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正在积累钱财，打算日后在青州城里开个小书斋，教书育人，让贫苦家的子弟也能够读上书。刚才实在抱歉，不知姑娘心有所属。 给姑娘赔礼了，不是的，周公子，知者无罪。周公子，慢走，有缘再会。嗨，嗯。两碗馄饨来了，你是不是过节了吧？那边站着，行，您的两碗馄饨，谢谢老板。哎，慢点啊！哎，谢谢山君。哎，对了，山君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想知道吗？嗯，叫郎君。
是谁啊？哦，那是东夷山君。东夷山君？啊！天哪，太无耻了！一边作恶乡里，一边居然还逼着百姓供奉自己。我不管你这个心里边想的是什么，我现在告诉你，那都是错的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在想馄饨。姑娘，看来呀，你是外地人，这东夷山君可是我们青州城的守护神呐。可他不是土匪吗？早年前，青州城到处是土匪强盗，就是外来的强盗啊，哎，时不时来城里掠夺一番。这里啊，天高皇帝远，官府又不作为，简直民不聊生啊。可三年前，东夷山君突然带着一众手下，收复了大大小小18座匪寨啊。他竟然将收缴的财物、粮食尽数的分给了百姓们。真的？他手下的匪徒啊，向来是劫富济贫，从不充扰百姓。华神给了我们生机，可东夷山君却给我们带来了一方安宁。他们俩都是我们青州百姓的神。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里边坐啊。嗯，好，哎，请。把你这个恶心的表情给我收起来。原来，你不是无恶不作的强盗，你是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的大侠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那边看看。谁让你乱跑的？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，导致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？山君，我说你是不是就喜欢看别人被你气得要死，又拿你没有办法的样子？说我走的时候也是，逼我约你喝酒也是。你说你这个东夷山君的恶趣味，未免也太幼稚了一些。哦，是吗？可是你又能拿我怎么办呢？山寨规矩第二条，不能擅自离开山君身边，否则，山君，我再也不干了，山君放我下来吧。最后，往往没有遇见，才觉得自己总是默默的比一切都好。多年来，谢谢你，山君。嗯。是真的谢谢你，虽然你总是戏弄我，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但是你却是继父亲、继姐姐、继远之师兄、继厨房刘婆婆、继丫鬟小树、继周助教、继扫地大爷之外，对我最好的人了。哼，那我真是承蒙你的厚爱。今天真的是我最开心的一天，没有人叫我不要大声笑，不要大步跑，还有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可以吃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最重要的是让你破费了。既然回去不开心，以后就留在山寨跟我生活吧。只是我往最后的都是最好的。你要是想回去，我也不拦着你，没有必要偷偷摸摸逃跑。我，山君，我真的没有逃跑。是吗？嗯。那就留下来当我的压寨夫人。我才发现你的眼睛怎么会长得那么好看呢？还有这个胡子，看着就想亲上去。还有这个小鼻子，你怕我好疼你的，让你亲一个来。才觉得
自己一直等待，一切都值得。怎么突然脸红了？我刚刚是不是喝了酒？然后想起来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喝了酒后会变成这样，我不是故意轻薄你的，对不起。你想干嘛？跟我轻薄你了。山君，那不是山寨的方向吗？在这儿别动。山君，什么了？你有看见山君吗？刚才来了一伙人，放火烧了山寨，山君跟他们打起来了，现在去了那片树林。妹妹，小姑娘，不伦，糟了，难道是？师兄，时间，只要你束手就擒，老实交人，我们不会伤你。你旁边那个人可不这么想啊。神君，你已经被竹秀书院的护卫们给包围了，还不快把阿卷交出来？原来你们是书院的人，你把阿卷藏哪儿了？他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要你管？哈哈哈哈。
做什么？只要你交人，我们不会伤你。不是来杀人的，他罪有应得。你每天打仗，手上有多少条人命？难道还多一个土匪吗？那是奉旨，他死有余辜。我不说，他们也不会说，没人会知道的。阿娟，阿娟，阿娟，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。傅远之，前面便是都城了，杭某人先告辞了。多谢杭将军，请便。撤，撤，撤，出发。阿娟，谢谢师兄。从东夷山回来后，就发现你魂不守舍的，是被吓到了吧？没有。你是不是？孩子为我没有救你而生气，对不起，这是师兄的不对。我没有生气，师兄。姐姐是嫡女，确实比我重要，所以你先救她是理所应当的，我并没有生气。你别这么说，在我心里。阿娟，停车！快停车！阿娟怎么了？阿娟，阿娟，小心！干什么？不会的，他一定是在骗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阿俊。不会的，不会。不会的，他一定在骗我，不会的。不会的，不会。原来他们不是在骗我。